由香港戏院商会主办、电影发展基金及创意香港资助的全港戏院日，这日在各区戏院进行，市民只需付上30元就可入场看戏。之前已经有不少人在网上订飞，搞到网络瘫痪了。截至这日中午12点，已售出超过200,000张戏飞了。实证这个活动，邓丽欣和马志威合演的爱情片正好上映，他们自然双双出动谷下戏。Steffi 都说知道很难扑飞啊。話好難買飛咯，但我唔知道最終佢哋有冇成功到喎，係啊，咁都幾開心嘅，我覺得我自己都好想睇戲，但今日就要做嘢，冇得睇。好抵啊！我覺得成件事，30元好抵，我都想睇啊，係，不如依家去睇啦。我而家受傷咗喎，借票嗰陣點算？都好嘢㗎。都可以行到嘅，其實都唔會，其實構成咁太大嘅問題，我覺得，即係我其實而家都康復得七七八八㗎啦。咁啊，唔好咁講咯，我哋係咯，一陣間俾張凳我坐最好啦。嗰啲以前你哋譬如話咧，以前咪興嗰啲咩星期二朝頭早睇早場好平㗎嘛，即係我就寧願睇午夜場咯，午夜場都平啲㗎嘛，因為我唔係早起身嘅人嚟嘅。午夜場平啲嘅咩？都有啲係平啲㗎，即係到好夜嗰啲。子夜場嗰啲，子夜場啦，三四點開場嗰啲，有冇㗎？而家我哋個年代應該冇，冇啦，係啊，冇咩？應該咁，我記錯咗啦，可能午夜場有，午夜場咯，唔係子夜場。既然大家撲飛咁辛苦，呢日 Steffi 同馬志威就俾啲好嘢大家睇。除咗即場演繹情侶間嘅悲歡離合，仲分享埋愛情觀添。好簡單啫，好似唔好夠啊，好嬲對方喎。點解你唔明白我心意㗎？你出手啦！原來係男方崩潰。咁最緊要靚女啦。OK。好膚淺嘅就。冇拍過拖都好難搞㗎，因為即係大家個溝通咧都需要啲時間。拍幾時有男朋友啊？哇！你問咗一個我都想知嘅問題嘅。咁直接嘅，即係譬如好刻意話介紹啊，點樣去邊度識啊，咁都。都不是那件事嚟嘅，我覺得點都要講緣分到最終，係。即係可能某一天你 click 到見到嗰個人，咁咪頭先 Steffi 都分享咗，就係話會係一見鍾情啊。一見鍾情啊！即係可能佢突然間會見到一個人，就覺得嗰個人 OK， 跟住就會呢啲唔知嘅，真係唔知道。所以唔好俾咁多限制自己個生命入邊咯。呢日见马志威心情似乎麻麻，原来同女友分开咗，加上脚伤未好，认真系双重打击，惨惨猪啊！至于 Sharona 吴嘉熙第一次做活动司仪，表现相当唔错，睇唔出原来佢劲紧张。好紧张啊！你知唔知我琴晚即系紧张到即系咁对住空气系咁练啦，因为好惊自己好棘啦，又好惊自己会唔会轉數唔夠快，因為我本身是一個轉數唔快的人啦。你要我做一個癲婆都得嘅，因為我本身都已經是一個啦。首先，你想我做乜嘢角色我都可以㗎，我會好努力㗎，所以我係冇放棄過，即係唱歌。總之，關於表演娛樂性嘅呢一行嘅嘢，全部我都會堅持咯，係啊。講翻呢日全港戲院日，除了吸引本港市民捧場，唔少內地戲迷都有嚟趁熱鬧啊！买票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？目前没有，很顺利。就是除了我们找电影院找错了以外。你们是看许光汉那一部？对。就是说，哎，30块的时候蛮便宜，会再看多看几部。有想看那个《悲情城市》，但是他没有位置了，没有买到，所以就选了这一部。然后佢30蚊，你开唔开心先？哎呀，我开唔开心啊？睇戏啫嘛。第一行会唔会唔开心啊？梗唔开心啦，冇办法啦，睇开心下啊。即係之前一路係咪太貴，所以唔捨得買嗰啲？哦，係啊。咁你依家今日買，使唔使話手續費定？你係限入嚟買噶嘛？係啊。30蚊覺得 O 唔 OK 先 ？OK 啊。